眼神让人醉，迷过多少的人梦一回，痴心绝对，看谁在受罪，在你的眼里我是如此狼狈。手机打了多少遍，爱情怎么可能沾了血，爱的信息你是否看。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爱，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，他怎可一去不返。厉害啦，蹦擦擦，第一句话就问最低多少钱的，成交概率几乎为零，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产品，而是需要捡个便宜，因为他们还要问很多人，直到问到最便宜的，因此他们成为骗子的主要客源。